What's up, guys?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. 啊，我们久违的 camping， 应该是讲这算是我人生第一次 camping。然后我们来到这边遇到什么东西，你知道吗？下雨。这是我第一次录音，然后这个东西其实在我家很多年，终于派上用场了。然后跟你讲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一个超级方便的东西。开。Hello, this is desk. 然后这个椅子呢，其实是跟这个一套来的。这个东西你懂是怎样来的吗？以前我叔公去买彩票赢到奖哎，然后到家里，这次是第一次正式把派上用场了。啊对，然后一个东西，这样多年第一次抱回来真正用哦。我在当兵留下唯一一个东西。这边里面是湿，我忘记了，我以为下面是干的，可是你想一下，宿舍水了。给你们看我们吃的，这是我们的冰。在我印象中，我不知道我之前有没有去露营过啦，但这一次算是我第一次真正 overnight 就是有过夜露营啊。然后现在我们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来到的时候，这个天气是刚下完雨了，然后东西都是湿的，我们不确定有没有办法生到火啦，然后就靠我们仁兄，你看现在做什么？来，仁兄解释一下。人工低成本灶炉，地下灶炉。耶、yeah. 欸，你有带那个 gas 那里讲？我没有买到 gas。是带那个炉，可是没有 gas。那是 plan B， 因为我讲如果真的 worst come to worst 起不到火，我们就去买那个 gas， 我们就去找那种 gas 来起啊。因为我有带那个炉比较难找嘛，那个 gas 就比较容易找啊。所以现在是有炉没有 gas？ 现在是有炉。我们是初级的，就是没有露营经验的哈。然后这个生活是要烤着炭，真的是西北难。然后我们现在只靠这个电油来维生。然后我们的 brother 宇勋哥现在就已经驾车16公里去最近的 mini market 看可以找到什么东西来救我们今天的这个 picnic 耶、yeah。Yes. What did you get? Yes. Did you get a gas?You are guess up. Show me, man. Right away. Yeah. Oh man, start raining again. Yep. Shit's good. Of course, absolutely.现在发生一件很神奇的事情，就是刚才宇勋原本是要出去买水，就因为附近有一个 store 这样子啊，我就把盖那个路要走出去，结果不小心撞到一个树根，然后过后在过山的时候，那个轮胎前面轮胎陷进去那个泥土里面，整个是动不到哦。然后现在没办法、啊、，What is the solution？ 就是扣好保险哦，然后应该要等多一下子、啊，可是现在有点晚了啦，所以可能今天晚上可能不来不及啊，应该要等到明天早上啊。如果 worst come to worst 啊，希望是那边，因为我刚刚是 contact 了他。是跟我讲，他底下会叫一个最靠近的，是在哥达丁基那边的，然后会叫他来打给我。哥达丁基离那边多久？哥达丁基来这边，然后我们刚不是经过哥达丁基啊，我们来的路上30分钟，所以起码也是要一个30-40分钟，所以也是要看呐、啊。可是幸好是有 insurance 哦，所以如果真的有来拖的话，是可能可以 claim 啊。就是希望现在是真的是希望有人可以来救我们先。现在是下雨，然后打压、啊。Oh my god！ 真的是，人生就是这样子。从来没有这么感激过一个人，雪中送炭，太厉害了！这个是有族同胞，我看嘛。那车我们刚刚已经就是有族同胞帮我们弄了，然后非常开心的，就是我们没有想到，
这样吃啊，然后来这样子的地方，他收钱的方式是你要给多少就给多少，就是他是真的是帮助人了。所以车弄完了嘞，我们就 enjoy 一下好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 Yeah.嗯，那在车刚刚的时候我们就固住这个了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来揭晓啊，这是什么？1664醉虾 ，OK， come on man， 这是我们女婿带来，很新鲜，这个虾很新鲜。我刚才就特地盖住它一下，你懂吗？就是给它固一下那个味道。可以啊， okay? 放开一次啊。Yeah，look at this baby。别讲多，别讲多，来，女婿拿灯，我要试吃的，先喝一口这个汤。够力，很够力，很出力，很给力。来吃虾，先把头去掉，放那个脚。OK。哇，来够力，很够力。有，有啊，有。哇，那个酒味道入味了。哇，够力哦，轻哦，够甜哦，你这虾，够甜够甜 ，best 哦 ，lucky best， 冰啊，不行啊，他妈的再狠一点，我跟你们讲，现在是凌晨2点。然后我们三个原本在 tent 里面是要睡哦，然后我们突然讲要去抓螃蟹，然后三个像疯子在那海边抓，然后真的是抓到螃蟹了嘛？到最后来给你们看，有变头没有？它看起来也不是很可口了，有变头吗？这种可以吃，有变头没？忘记开麦，昨天这一价位可以讲是睡到超级不舒服啊，因为我半夜不懂为什么就突然间很热，热到那种汗流浃背那种，然后再加上可能是 position 不对，然后就躺到腰酸背痛，可以讲是昨天晚上根本就没有睡到。想象中了完全不一样，今天不懂为什么啊，雾很多啊，我不知道你们看到没有，后面整片全部都是雾，然后完全没有所谓的太阳升起，什么鬼都看不到，整片都是雾，你看。这种地方玩呢，自己还是要收拾干净的。Yeah. OK， 所、so, 以这一次的 camping 也是到尾声了啦。这个 first time camping 其实还蛮不错啦，但中间虽然经历很多事情，火生不到，车卡在那个泥土里面，但 overall 还是蛮不错的 experience 啦。然后现在我们就收拾到七七八八了。最终我发现到我们从一开始到进来一张照片都没有拍，所以现在我们就要拍一张合照来结束这个简单的旅程啦。太阳从哪里升起？从东边升起。明天自己就可以看到美美的日出哦。